狄英到底有多宠儿子，每月给60000愿为他吃大便。曝光把儿子当皇帝养，原因死了也愿意。狄英到底有多宠儿子，每月给60000愿为他吃大便。曝光把儿子当皇帝养，原因死了也愿意。狄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被送到美国电书后，原本以为有大好的似锦前程，却传出他威胁要涉及美国高中校园，现在已经遭到警方逮捕，让他父母急奔美国想救回儿子，震惊整个演艺圈和台湾社会。消息传出后，他表示一切都只是儿子的玩笑话，却被大批网友痛骂，根本是不知事情轻重的妈宝。据 TVBS 报道，狄英儿子近日对同学表示5月1日不要来学校，说自己要在当天持枪扫射所有人，让对方吓得赶紧通知校方，最后警方上门将他逮捕调查，竟发现美国住处竟然有各种军事用品，还有相当罕见的脚手装置，让警方怀疑扫射校园绝非开玩笑，希望送他去做精神鉴定。消息传出后，让很多台湾民众都很震惊，不过不少人也表示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从平常狄英跟孩子的互动就可以窥之一二。主持天后丽晶也在受访时表示，给的钱太多，才会让孩子有时间想这些。不过就有知情人士起底，其实他妈妈从小就对他极度宠爱，甚至为了他愿意吃大便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狄英以37岁的高龄产妇生下儿子孙安佐，后来10年内虽然三度尝试人工受孕，然而却以失败收场，最后只好放弃宠爱这个独一无二的孩子。他除了全心栽培儿子就读贵族学校，还送他去补习之类的课程，粗估一个月教育费就要花上50000元，尤其生怕孩子一个不小心就营养不足，除了三餐以外，还有早晚两次羊奶、深海鱼、顶级牛小排，一个月要花费超过10000元。虽然总爱儿子也不是罪过，但有知情人士就质疑狄英有没有教导儿子正确的价值观。有消息指出，孙安佐曾经到同学家用餐时，被妈妈知道他吃的是稀饭，竟然嫌弃同学家寒酸，从此不让他去，可说是宠爱过头。不过最夸张的是，孩子有一次问他，如果有人挟持我叫你吃大便，奶吃吗？狄英想都没想直接回答，我吃啊，让我死我都可以了，何况吃大便。让儿子享受荣华富贵，自己却宁愿吃大便，让人看了相当傻眼。消息传出后，让网友纷纷摇头，怎么养才能养出健全的人？就是当人养，狄英这是把儿子当什么？从来不知道疾苦的人就没有同理心，活该开玩笑然后被逮捕，好扯啊。我那最有问题的根本就是他妈妈啊，从小就霸凌同学，